大家好，我是時光筆記部，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表事。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，希望看完之後給個 like 和介紹你的朋友來看我們。最近我們講過一些用藍寶石水晶玻璃做的腕錶，這些腕錶都很漂亮，不過有個缺點就是非常之貴，就不是一般的錶迷可以 afford。 所以今次我們想介紹另外一隻都是非常之高科技的物料，它的性質和藍寶石水晶玻璃有點近似，但是就價錢比較親民很多的。這種物料就是陶瓷 ceramic。 如果講到這個陶瓷製作的腕錶，就不能夠不提 Rado 雷達，因為雷達這個品牌是第一個推出用陶瓷物料做錶殼的品牌來的。早在1962年的時候，他們就推出了一隻叫 Diastar 腕錶，這隻腕錶是有一個陶瓷的錶殼。不過我們今天想講的第一款的陶瓷腕錶就不是 Diastar， 另外一個 Rado 的很重要的系列叫做 Captain Cook 咧，就是 Rado 的一個專業的潛水系列。嗱，呢一腕錶咧，我哋望落去咧，嗰個設計咧係非常之 modern， 都係好 smart 啦。咁係用咗黑色嘅陶瓷嚟做錶殼，嗰個錶殼嘅直徑咧係43毫米。咁佢本身咧係有一個單向旋轉嘅鋼嘅錶圈嘅，咁上邊咧就係有ceramic 陶瓷嘅裝飾啦。呢一腕錶本身嗰個錶面咧係一個 smoked sapphire crystal 煙燻咗嘅藍寶石水晶玻璃，咁啊俾我哋可以睇到個機芯。咁喺上面嘅時錶同埋指針咧，都係加上咗 superluminova 塗層啦。咁啊，響黑暗嘅環境裏邊咧，都可以好清晰咁樣讀視。呢腕錶咧，佢係可以防水300米，係一個專業嘅潛水錶嚟。咁亦都係配咗一個旋入式嘅錶冠。嗱，呢個腕錶嘅錶底咧係一個鈣金屬做嘅錶底，亦都係有一個藍寶石水晶玻璃，俾我哋可以睇到只腕錶嘅機芯嘅運作。呢個腕錶嘅機芯咧都值得介紹一下嘅喎，佢編號咧係 R734嘅機芯，咁係擁有一個 Nivacron 油絲嘅。嗱 ，Nivacron 呢種物料咧係一個鈣金屬 base 嘅一個合金嚟嘅。咁佢咧就係 Rado 嘅母公司Swatch Group 自己研發生產嘅一個專利嘅物料。嗱，佢有幾個非常之好嘅特性。咁第一咧就係完全唔會受磁力嘅影響啦。咁第二咧，佢對於嗰個温差嘅轉變咧，個抵受能力亦都好高，亦都唔容易係受到震動所影響嘅。嗱，呢一腕錶嘅機芯咧係經過咗5個 position 嘅校正，咁啊比一般腕錶嘅3個 position 嘅校正咧係會準確好多。咁同埋咧係可以提供80個鐘頭嘅動力儲備嘅。咁佢總共咧就係有4個 version， 有我哋而家見到我自己比較中意嘅黑陶瓷錶殼加黑陶瓷嘅錶鏈嘅 version， 一定價係26,700元，而最貴嗰個 version 咧，亦都只係28,200元嘅啫，所以個性價比係非常之高。用嚟做腕錶嘅陶瓷咧，同我哋一般做器皿或者係做工藝品嘅陶瓷咧就好唔同。嗱，用嚟做腕錶嘅陶瓷咧就係叫工程陶瓷 （engineering ceramic）。嗱，佢哋係用一啲無機同埋非金屬嘅粉末咧，例如好似 zirconium oxide 咁樣樣咧，經過超級加熱，令到佢溶咗，然後倒模，再等佢冷卻之後咧，就成為咗一個錶殼嘅形狀啦。再經過打磨咧，就成為一個錶殼。咁喺個過程裏面，如果我哋加入唔同嘅物料嘅話咧，仲可以得出唔同嘅顏色嘅喎。嗱，黑色同埋白色嘅陶瓷咧，相對係比較容易做嘅。有顏色嘅陶瓷咧，個製作嘅工序係比較複雜，同埋個成本亦都比較高。咁如果喺一塊陶瓷裏面要做兩種顏色咧，這個技術咧就要求係非常之高啦。最常見到嘅可能就係勞力士 GMT Master 2上面嘅雙色嘅錶圈啦。咁啊，陶瓷咧就有幾個特性嘅。咁佢咧第一咧就係非常之硬，喺嗰個 Wicker Scale 裏面咧，佢個硬度係僅次於鑽石，咁啊比鋼咧係硬2至4倍嘅。咁佢亦都係幾輕嘅一種物料嚟嘅，咁啊比鈣金屬仲要輕2/3啦，亦都係唔會受到磁場嘅影響，咁亦都唔會對人體皮膚咧係造成敏感嘅。佢嘅顏色咧係會歷久常新，因為佢係唔會
會受到紫外光的影響。咁啊，聽上嚟咧，陶瓷好似真係幾完美嘅一種物料，咁但係其實佢都有弱點嘅。咁因為佢好硬啦，如果我哋大力咁撞擊佢嘅話咧，又係有可能會碎裂。咁另外因為佢硬，咁所以響製作嘅時候咧，那個打磨比較困難啦，咁所以嗰個成本咧係會比一般嘅金屬咧係要高一啲嘅。嗱，除咗 Rado 之外咧，仲有其他品牌做呢個陶瓷嘅腕錶嘅，咁我哋喺呢度咧想介紹多兩隻。第一隻咧就係 Ben & Ross 嘅 BR03-92 Diver Military。嗱，呢個腕錶咧，我哋望落去咧就見到佢係一個軍綠色嘅錶面咧，就係今年非常之流行嘅顏色嚟嘅。咁佢用咗白色嘅時錶同埋嗰個指針嗰個反差都做得唔錯嘅。咁係一個四方形瓦色陶瓷嘅錶殼啦，42毫米×42毫米嘅寬度。咁啊，上面亦都有一個單向旋轉嘅錶圈，係有60分鐘嘅刻度嘅。咁啊，呢個腕錶係可以防水300米啦，都係有一個旋入式嘅錶冠。Ben & Ross 咧就選擇用一個軟鐵殼嚟做呢個防磁嘅功能，係保護嗰個機芯。機芯方面咧就係搭載一個自動上鏈嘅機械機芯，係 Based on Solitaire 嘅 SW300-1 係可以提供42小時嘅動力儲備嘅。嗱，呢個腕錶咧係提供兩款嘅錶帶，黑色嘅橡膠錶帶同埋另外一條織物嘅錶帶。嗱，佢係限量999隻嘅。咁啊，第三隻咧就係 Chanel 嘅 J12 Caliber 12.1 嘅自動上鏈腕錶。Chanel 呢款 J12 咧，響1999年嘅時候首次推出，咁響過去嘅21年裏邊咧，就已經成為咗呢個 fashion 品牌腕錶嘅一個好標誌性嘅一個設計，因為佢本身嗰個錶殼嘅尺寸咧都好中性嘅，38毫米，咁啊男士同女士都啱戴嘅。2019年咧 ，Chanel 就擺咗一個專門為佢哋設計生產嘅 Caliber 12.1嘅機芯落去，咁呢個機芯幾靚嘅，佢本身係有一個天文台 COSC 嘅認證啦。可以提供70小時嘅動力儲備，咁啊本身咧腕錶咧就係可以防水200米，亦都係有一個藍寶石水晶玻璃嘅底蓋，可以俾我哋睇到個腕錶嘅機芯運作。嗱 ，Chanel 係有提供黑色陶瓷或者白色陶瓷兩個版本嘅。嗱，我哋睇咗三隻用陶瓷製作嘅腕錶，有性價比非常之高嘅Captain Cook 啦，咁亦都有今年好流行嘅綠色軍綠色錶面嘅 Ben & Ross。同埋咧，好標誌性嘅 Chanel J12， 咁啊，唔知道大家最喜歡邊一隻陶瓷嘅腕錶啦。好啦，今個星期嘅一周表事咧，時間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。